到了，菜场入口，走吧，走吧。我们分头行动吗？要不？可以啊。你好，有没有黄鳝？哦，谢谢。你好，有黄鳝吗？有没有鳝鱼？有鳝鱼吗？这里吗？有鳝鱼吗？哦，你，哎呀，我要买多少？稍等我一下啊。做毛血旺要多少啊？一个。哦，那你给我拿个大一点的，拿一个吧。对。你帮我放里面这个。里面18块啊，谢谢。哎，你好，给我称一点黄豆芽，还有什么来着？我要做毛血旺，还差什么？哦，鸭血给我弄一点，2块吧，够了吗？2块够了。哦，2块吧，那就。哎，这个笋也给我一点吧，那种吧。看起来那种比较好一点，对对对。哪里有羊肉啊？然后有羊肉吗？做了那个做烤肉的，要个您看一下8人份要多少？可以可以，后腿肉可以。他只会买多不会买少。啊，这是毛肚，哎，你给我来一点吧。要多少？要。你看着给吧，差不多吧，应该差不多。好好，可以。米，你能不能给我称一点啊？要多少？要，您看着称吧。哦。那帮我拿个豆瓣酱吧。应该可以吧？对，这个就是。好。我完事了。我也完事了。走吧。